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2月5日，澳洲计划明年初建立二级联赛。据澳洲足协官网消息，澳洲准备创建二级联赛，计划于2024年3月开始实施。新的二级联赛将实行主客场制度，拟定的规定如下：在澳职和澳国联之间设立一个新的级别，一旦赛事成熟，将考虑实行升降班制度。10到16支球队构成，实行主客场制，含有决赛，每队每赛季进行24到36场比赛。申请成功的球队将离开现在所属的联赛，进入到二级联赛当中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